哇，他们 battle 喽！又到赛季，又到赛季，一局定胜负了。请两位双方的教练们给出你们最后这个战队的隆重的介绍了。好啊，我们要派出的是哈鹿哈鹿哈鹿留念队。哇哦！留念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这边要派出的是LTG 王牌战队甜蜜蜜田青凡。不怕不怕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你最可爱，跑了你最棒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，加油，你一笑就没问题好吗？我们是情侣啦，散发能量散发能量散发能量，走着抱着王二上去玩就好了，加油，最后一站啊。这个真的是莫名其妙赛点在我们这儿了，是真的快窒息了，就是感觉我要是不赢的话就啊，这很有压力，就真的感觉压力都在我身上了。刘念刘念，哎，你要在台下的时候就给大家调动好情绪，知道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宋小丽，你们就玩开心了就好，去吧。好，最后一个上台，就是觉得在场上嗨起来玩起来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，如果能把他们带动了，那我们哎做到了，赢了。请旋转舞台，三你来三三你来三三三三三三三，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哈喽哈喽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不送战队的桃子沈怂。接下来是我们带来的舞台，哈鹿，哈鹿，哈鹿，他的声音好好听啊！刘念你出来，孙珍妮出来，吴小宁，丁诗雨，王雨朵，朱玲。谁想跟他们成为一组啊？算了吧，我不去，算了吧。于洋子，一脸困惑。不是为啥呀？我为什么我会和人家站在一起呢？他几个一个一个瘦的跟杆似的，完我往那一站，七个白雪公主里混进了一个森林的保安。哎呀，我不想说啥了，也没有办法，笑着接受吧。又没想到，哎，还阴差阳错搞到了我心仪的歌。我喜欢你。哇，喜欢这个，喜欢这个。冷静，冷静。你看下面我们两个，不像不像。所以《哈鹿》这首歌是刘念那一组唱。好，谢谢教练。想要竞选中心位的请举手。蹲，你们俩你们俩背过去吧，我们背过去吧，我俩退出，你们三个决定吧，因为我觉得不太合适，我们俩弃票。选择孙珍妮同学的请举手。那不用出了。 OK OK， 转过来吧转过来吧。那我们恭喜刘念同学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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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非常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会努力的，就是团队里面说自己还没唱下来没跳下来的，哎，我也会尽全力帮助，然后还有我，对，我会尽全力帮助，然后把大家就是协调成一个非常 happy 的团队。好，谢谢。你要拉出来哈，锁在这儿，鹿哈跳鹿哈鹿哈溜达达，哎呦，再来，画圈画圈画圈，肩膀别架，就是我自己的方法，就是你们可以试着把每个音开头给加重一点点，可能会就是感觉断得干净。你试着把气弹起来一点，你们练过狗喘气吗？嗯嗯嗯，狗喘气。声乐导师孙珍妮，没有没有，要不就试试看，我先唱一下，还是从小宁先唱吧。梦之中，艳阳了忧愁，彩虹桥。
明媚着星梦。哎呀，皮了。哎，你觉得好？彩虹桥，明媚着星梦。你不要先暴露了。小鹿叫，叫。小鹿叫，小鹿叫，小鹿。听吧。小鹿叫。这边听起来就舒服多了。在你的左右，你大左右，你大左右，在你大左右，还是那个断的，还是要稍微再弹跳一点。对对对。鹿哈鹿哈哟，鹿哈鹿哈哟。那个哟有点太妖了，再来一次。鹿哈鹿哈哟，鹿哈鹿。不要哟，不要不要哟。鹿哈鹿哈哟，鹿哈鹿哈。你看，又来了。东北大碴子，优优优优优优。那你说优秀怎么说？优秀啊。那咋不是腰呢？腰秀。为啥呢？我自己觉得是优呢。那你可能对自己有误解吧。再来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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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唱。鹿哈鹿哈优优哈鹿哈优。其实也行，是一个特色。我可以接受了，我可以放弃了，改不掉的就是特色。对，但你唱的就比较自信一点啊。我要自信，我是女爱豆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我想哭。他这个歌也是，你说我平时说话吧，我都是这样式，吵着把火，五马长枪的。现在说话这声音肯定不行，我就得这个样子说话，然后之后。就是也要这样子唱歌，怎么卡哇伊怎么来。
谢谢教练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战队的舞台，甜蜜蜜。Yo。好，请舞台上的学员们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 LTG 战队的苦涩涩。哼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《甜蜜蜜》。三二一。